外面下雨下的实在受不了。小姐，你这个干啥的？我学了呀，这盒儿上的牌。啊？咋了？我学了呀。报个位面这个嘛，打的手电。啊。干啥？我修呀。啊、你修了？嗯。咋拿手机学的修了？啊。哎。你修个屁了，我问你修啊。替你修。来。你这看一下多少了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你还学的修这个下水了。你看这个盘子，碗里面的多少垃圾、哎？哦，这是垃圾掏出来的。嗯。嗯，我给你弄啊。可是不能修。不放心我修，还要自己修。哎、嗯。小姐。你的屁股里。哎呦，你这个，哎呀、啊，我说我给你修还不行，还非得你修。你也干活，你了，我也干活。我干完了，下面已经干完了。我都已经修了。你也修好了。明天拿点白水泥，拿点那个水泥把上面抹一下，把那个上面。哪里有水泥？明天嘛，明天弄点。嗯。没有。嗯。水给涌出来了，堵了，堵的手机给掏通了。你怎么掏通的？拿牙刷？哎、没有、啊。铁钩。啊？拿铁丝、牙刷，哎呀，都用上了，锤子。我还带石头。带石头掏的？嗯。掏出那么多垃圾来。嗯、行了行了，那里面擦它干啥？擦干净，弄不到，垃圾桶不到。哎呀，弄好了擦擦擦就行了，那把那里面还擦干净。里面摔的没看了，它就干净。啥的了？哎，不行了，我头昏了，不行了，我再躺会儿。有热水吗？有热水洗澡呀？不知道。嗯，我看看有热水吗？今天估计够呛，阴天下雨，现在外面还下雨。啊，烧点，眼睛痛了呀！你傻的了，过来，司机。你把高兴抱回来，我们赶紧拉东西去，要不然一走他又跑下去，把他取回屋里面了。哎，过来，对，对，哎，对，跟妈妈屋里面。对，高兴在那玩了啊。别说话。啊、哦，不说话，悄悄走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真实的泥块。现在到了雨季了，天天每天是乌云密布的。看，一会儿把车就停到路上，停到路上搬出来，搬出来往那儿拉呀，没有多远，直线距离绕来绕去也就是三五百米。不用捆了，拿绳子直接放车就拉过去，就这样拉过去的，四趟，一趟一个家组合的。哎，拉了三个了，那一个一会儿拉，先把这三个抬到楼上去，放到楼上面去，要不然一会儿又下雨又给生锈了。哎，这也是体力活呀。搬了三套上来了，还有一套，把那一套搬了就四套了。搬完了就打磨、除锈、刷漆。最后一个了，拉过去就完事了，打磨、除锈。哎，小光头，哎，高兴，回来，高兴，你站这儿，老吼你了，来，过来，看妈妈，看妈妈吃啥了。看妈妈吃啥，看妈妈吃啥，去，对，快。
看妈妈吃什么，去看烧鸡干啥了，看，哎呦，嘿，干嘛你？又看动画片吃。哎，去哪了？妈妈去哪了？奶奶。妈妈去哪了？嗯，来过去。妈妈去哪了？嗯，嘿，妈妈去哪了？干嘛？不开，爸爸你开不了。没有，没有水果里面。嗯，想吃水果了？没有，那里面没有。哦，嗯。没什么，看多热。嗯，八块钱。嗯，你看，你给老王来吧。嗯，带上。来，带上。带上。这老弟，赶紧买油漆送给。用不用？用不用带高兴了？不用呀。嗯，把它留家里面。嗯。好了，那你跟小姨在家里面吧。来，不要给爸爸往那搬这个油漆了。你要啥？你刚才要啥来？来来，这爸爸跟你这。来，你刚才拉着爸爸要去哪？干啥？早上，早上。嗯，这里面。嗯。这里面。嗯，这里面。哦，开开。那都开，都开。有啥？有啥？他说要吹的。没有了，吹完了。他找气球。嗯。嗯。以前我拿回来，放这里，你看他还照相。呀、嗯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高兴。我这么把我拉来了干啥？哪里有高兴？没有，你看，你看。嗯。他说里面有，为什么没有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啊！你看你妈放的好好的，让你都跑出来了啊！不是以前有，我现在哪去了？以前有，完了，吹完了。啊、昨天拿回来，他说昨天给我洗的。嗯。然后他放我的手带就过来开开这个。嗯。然后没有没有，闹了。昨天有一个没有，今天没有了。没有了，高兴，一会儿回来给你买。嗯，不用买了。买气球，它有皮球嘛？嗯，玩皮球就行了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拿个鞋带干啥去？放里面，放里面，快，把这个放里面，把衣服给放进去。对，放进去，好好放进去。good，鞋子。那个袜子放进去，咦，good good，来，哎，good good，还有那个对袜子，好，躲开，爸爸关住了，好了，给玩这个吧，跟你小姨出去玩去吧，我们出去干活去了，嗯。